朋友回来了。哎呀妈呀，这就是你家呀？对呀、啊。这是你妈呀？嗯。哎呀，这是谁啊？这是我嫂子呀。嫂子呀？嗯。长得还挺好看的。嗯。那啥，我有点渴了，你去帮我倒杯水吧。你渴了是吧？你等着，我这就去给你倒水。去吧。嘿嘿嘿，嫂子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看手相那叫一绝。来，我你看看。干什么？这老太太还挺有劲儿的。行行行行，不跟你闹了，闹点正事哈。下个月呢，我跟月月要结婚，我妈说了，下个月月底是好日子。你看月月也挺着急的，但是吧，结婚我这人有点要求啊，房子呢就你们家出吧，哈、啊，你呀、啊、就在市区给我买一个200平的大平层就够了，车子嘛我不讲究，就买个奔驰100万的就行，别买太贵了，开不习惯。还有这个彩礼嘛，我妈说了，66万，吉利，不过你放心。彩礼呢我们家一分不少，6888，是不是你发我也发，多好这寓意。我妈说了，2年报仨，儿女双全啊，这必须得有。以后啊月月到我们家，我爸我妈我爷还有我奶他都得伺候好了，你们啊以后也别跟他联系了，以后咱们就不走动了哈。还有吗？还有啊，你这还有啊，你们等我想一想啊，还有，那我再给你补充一些，你回去告诉你妈，我给她烧几个亿，让她成天呢去跟阎王爷打麻将，5亿飘10亿的，你看怎么样？嘿，我说你这老太太可真能开玩笑，你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我就实话跟你说吧，就你女儿能嫁到我们家，那都属于祖坟冒青烟了。你就偷着乐去吧你！你们家一个农村人，我们家可是城里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一个月挣3000块的，我哪天不挣个百八的，花不了的花。你家可真有钱呐！你挣这么多，妈，你就答应他吧。我觉得呀，富贵说的挺对的呀。快喝点水，刚才说了那么多话，口都渴了吧？来。还拿纸啊！你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一天到晚的，你能干点啥呀？啥也不是。行了吧，你俩是不是来的都不要脸呢？啊，给我站起来，听见没？给我站起来，妈，靠边。一、二，你站不站起来？啊！你妈在这干啥呀？是不是有病啊？妈，你这是干啥呀？你冲我干嘛呢？你给我站起来，站就站呗，喊啥呀？我喺啥？一月挣3000是吧？每天这个百八的，成得了不起了。保安都比你挣的多，外卖都比你挣的多。你在这给我装什么犊子啊？你家开矿呢？啊？上我这在这吹牛逼啊？还什么结婚？我给你买200平的大平层。还买个100万的什么大奔驰，我还要陪嫁什么66万啊，不少点啊，用不用我给带去几百亿啊？啊，来我这里指手画脚的啊，这还没结婚呢，等结了婚用不用我们全家去给你当奴隶啊？妈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妈。